三月十四号下午五点钟左右，他的儿子呢就向我报告，他老娘就有点发热、心悸、发力。十四号晚上就送过去了吗？嗯。当晚就做了 CT， 然后就留在医院里面留观。嗯。第二天早上才能做核酸，就十五号早上做核酸，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大概出结果，核酸跟阳性。然后呢，下午我们就把他的儿子啊、媳妇啊、孙子啊，就全部搞到医院里面出来，都搞到医院去再做一次检查。十五号下，十六号下午出来的，全部是阴性。儿子跟媳妇当晚就送到十六号就送到那个隔离点去隔离。孙子呢，就是又留着了一晚上，又做一次，等于相当于孙子做两次核酸，又是阴性。就婆婆是七十四岁嘛，儿子是一个，他是七零年吧，估计是。他这几年都没出过家，婆婆从来没出过家门。出门吃孙子，他这个是出了两次。你看他是九号尸体，他要两个同事，两个同事，他第一天是两个同事，第二天是六个同事。这些同事家里都没有什么发病的人，这同事都没有发病的。现在因为他的影响，同事还给你。我儿拿菜就是拿，一般就是买菜买了就下来拿一下。儿媳骑的就是拿什么，儿媳骑的多一点点，反正儿媳跟儿子两个。他儿子说他一月十五号左右吧，打了两波，在汉口就打了两波。这个楼栋通报是曾经有过，确实并没有。他是二十五层的，那个十九层，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这户五栋的感染家庭，曾经进行过十三次的感染。反正我们都有记录，他家里有。别人我问你，你说我没发没发烧，家里没发烧，他没有。奇怪，就我讲的这个应该很干净的，怎么这个时候还出现这个东西？也像我们这种也害怕。他以前曾经跟确诊的病人接触过，他曾经隔离过十四天，检查了两次都为阴性，第二天不出事了吗？我们就专门问他们同事，他说是他们单位集体检查身体，又把他检查出来了。他是公安厅的，每天上班。警察嘛，然后贵族。对 对, 对。什么？他老婆和他孩子一家三口嘛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他们已经在隔离点了。老婆孩子就是核酸已经做过了，阴性的。对对 对, 对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没事是吧？没事，他们同事隔离了十几个，那没办法。我们这两天为这个事情已经，我说别什么事都干不成了。市纪委，然后什么疾控中心，很多部门都已经来调查过这个事情了。他到现在都没发热，嗯，他没任何症状，到现在都没任何症状。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孕妇，当时在家里那个宫缩，他就要去医院，也是要去待产，嗯，对，然后一去之后就要住院，现在住院医院就跟他做核酸检测，然后一查出来就是核酸阳性。在一月份的时候，这个上面写的，一月八号到十号的时候，他就去做了一个什么羊水穿刺，在省人民医院。然后就住了三天院，回来以后就在他父亲的家里去居住，然后他从二十二号回我们长江子都就一直没有出门，然后就只有三号去省妇幼做了一次产检，然后再就是这一次感觉宫缩，然后以为是要早产就去了医院。他的父亲于二月份的时候在其他社区，就是我们接的白沙洲接的巴布基社区也是确诊病例，他父亲确诊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四天了，已经接触的人都过了十四天了，他的密切接触人公公婆婆和他的老公，他们结果今天出来了，昨天上午做的核酸检测，今天下午出的结果都是阴性，都是在隔离点，
在我们街道的隔离点。他们那栋楼还有一个确诊患者，18楼的，嗯，对，他是几楼？他们家11楼，应该没有交往。嗯嗯嗯，他平时都不出门，他公公身体也不好，平时他有些什么快递都是物业公司跟他送到门口，然后再过来拿。团购也就是他婆婆有时候下去拿过几次。有消杀，有昨天都有市疾控的都消杀了，整个楼层全部都消杀了，日常平时也在消毒，就是没有发现他这个确诊病例的时候，物业公司每天也是在正常的消杀，每天消杀起码两次啊。我们分析有没有可能跟父亲在一起，因为已经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嘛，居住了11天，他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发热咳嗽，这些症状都没有，在我们小区里居住的时候也没任何症状。很多市民朋友呢认为武汉市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，想出门呢、在社区里走动，也想恢复正常的生活，我们都非常理解。但是根据我们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和传染病的规律，武汉市现在防御形势依然很严峻，连续几天我们还有社区零星散发的门诊病例，当前还是有一定的社区传染的风险，请大家保持高度的警惕，不要掉以轻心。